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。前段时间官宣的赵露思最新作品《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》，该剧改编自花千慈的同名小说，搭配了许开诚饰演的大燕第一公子燕云芝，与大司马桑宫的独女桑琪被人挖坑埋下赌约。但安云芝常年待在国子监教书，女子桑琪为了完成赌约，她决定进入国子监赌她。在经历了父亲妻子毫不害臊、痛哭流涕提出要让独女进入国子监读书的要求，皇帝也只好同意，也因此成为了国子监唯一的女弟子。率直张扬的傲娇公子与睿智闷骚的千金，斗智斗勇甜蜜的爱情故事即将在国子监上演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掌握更多的新剧资讯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